大家看见没有？这是进 Costco 加油站的车排起了队啊！这是拜普京大帝的福啊 ！Costco 油价相对其他地方油价呀要便宜一些，大家这个加油的人很多呀，就还是先加油吧，万一没油了之类的。油价多少还不知道呢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油价3.39一加仑，一加仑是3.875升吧，大概。